全舒适，尽在台湾大车队。新竹第一家配合政府形象改革的无线电计程车，我们是第一计程车，24小时随车随到，夜间保障妇女安全，外地朋友造访本地的最佳伙伴。第一计程车551-6000，551-6000。休闲购物美食，尽在消费当咖。您现在所收听的是。一个人的咖啡店，想念曾经万分的心绪，独自坐在灰色客厅，你来不及带我去的场景，想着你说过要一起看夜景，车窗上的无情旋律像水无法散去，想挽回的话语勇气，爱是藏进心里无法给你那种感觉，回到朋友关系屋子里的空气，秘密放在我的心底，一路在记忆里，南边你再注意。